你的部落会奔向这个毫无防备、手到擒来的世界。 为什么帮助魔导师？想想，要是传送门没打开过，后续的战争就不曾发生，有多少生命能得到挽救？ 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要是他们接着愚蠢的认为我们，你就会死。 生意做。 在坚持我的死。
当然得到的这一世毫无意义，现在还来得及，你还是可以活着离开。我有很多很多商品，愿您路途平顺。我有很多幸运星，想要吗？再会啦，古鲁玛的朋友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该永远打破这个宇宙的时间规律了。我们不要再做沙漏的奴隶。我警告你，那些无法接受伟大道路的人，都会成为这个漫长的牺牲者，为带我们走向绝望。时间问题。我感谢你们的帮助，勇士们。古尔丹的部落会像蝗虫一般横扫这个世界，我所有的设计和小心执行的计划，最后都会水到渠成。